我觉得披萨最棒的就是这个，每个地方都可以自己生长出他们自己样貌的这个披萨的种类。我叫 Jeff， 我是 Under the Bridge 的主理人，那我是一个披萨师傅。Under the Bridge 是一间独立披萨店。我以前在英国念书，我第二次回英国去玩的时候，那时候特别找了一个精酿啤酒厂去喝，然后它是一个披萨店，在东伦敦。然后我只记得我打开门，然后那音乐直接冲到我脸上，这样，那个感觉就是在台湾没有感受过有任何餐厅是这样的。这些新的店，我是认为它比较代表的是一种街头跟街边店的这种形式上，我想要带给人比较轻松的感受。我们当初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店的店址的时候，它在两个高架桥下，这间房子三角形，看起来很像一块在桥下的披萨，对，所以它就变成我们 logo 的一个原初的想法这样。我喜欢音乐主要是90年代的另类摇滚跟英伦摇滚。我最喜欢的乐团是，硬要说的话应该是 Nirvana、Fugazi、Joy Division， 还有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你说像那个摇滚乐或者说流行音乐好了，对，基本上他们很多都是从独立品牌开始，对，然后但是最后被主流品牌收编。那我刚说的这些乐团很多都，它不是这样子的操作方式，它也没有让自己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之中。对，那我觉得披萨，我做披萨的想法有一点接近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们是独立披萨店？对，就是因为就像独立唱片行一样，就是他可以做他自己的选择，他可以不用跟随着市场的这个的脉动去决定自己要推出什么样的商品，或者是说偶尔推出一些商品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我们是决定我们自己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好的，纽约披萨，它也对折了，然后会有咔嚓的声音，但是它不会直接断。Swaggy 的人，比较 gay 白的，会垫一张在披萨之前，这样油就不会从最后面流。但不希望的 outfit。开在这里，旁边有打篮球跟玩滑板的小孩，这样子，我觉得披萨就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让大家来吃，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部分参与进来。对，这是我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好胖哦，超好，真的笑出来，看起来是导演导一些。